郭碧婷与向佐结婚后，陆续迎来一对儿女的诞生，一家四口生活幸福美满。然而前阵子有狗仔爆出两人的婚姻出现状况，再加上双方久未同框，因此引发不小的舆论。不过日前向佐透过微博晒出了一家人到迪士尼乐园游玩的照片，似乎挺过了婚变风波。从照片中可以看见夫妻俩身穿休闲服装，女儿儿子则精心打扮一番，在乐园内拍下了多张照片，其中还包括了郭碧婷和向佐十指紧扣对着镜头微笑的合照，看起来十分恩爱。此外，向佐也积极回复网友们的留言，有人大赞郭碧婷即便是素颜看起来依旧很漂亮。向佐则自豪地表示自己当然知道，也透露当天他负责撑伞拿包包，还要抱小孩当跑腿，扛起很多责任呢。